因为今年不是特殊情况嘛，就新冠肺炎就是这么严重，然后学校呢到现在又延迟开学，在这五月份同学有的同学就要回来了，然后呢我就想写画一些黑板呢来提醒同学们一下。嗯，因为我是昨天才到学校嘛，然后我一到学校看到这些黑板呢，我感觉首先是感觉到阿姨的对我们的关心，因为我们就是暂住学校的人员是离开了家，但是阿姨仍然是努力的去营造一种给我们在家的氛围，带给我们一种在家的温馨。其次呢，也感觉到阿姨非常的幽默风趣，而且对防疫工作也做得认真细致，很专业。她用这种幽默风趣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，怎样才能把防疫去做得更好，怎样才能把防疫做得更加的又安全又专业，然后更易于去操作。